每個地方都不一樣，咁佢會通過國家的旅行局個公布的消息嚟定咯。都未有啊隊 band， 咁但係嗰時就寫咗一兩首歌嘅，有嗰啲他的心啊、小島傳說其實寫咗嘅。EQ 都係一種 IQ 嚟嘅，不過呢個智慧咧就特別用喺就係管理到自己裏邊嘅。感覺好多小朋友咧一開始就塗鴉噶啦。大城小聚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6:15。